2024年迎来史上韩星访台最旺盛一年，拼盘演唱会一场场办 ，Eagle Love Concert 八月将于高雄巨蛋开唱，由天后少女时代泰妍领军。卡斯公布后引起各界讨论，其中尤其是泰妍成为少女时代首位前进高雄巨蛋的成员，令大批送惊呼：摩拳擦掌准备抢票啦！